南站委员李月钓甲陈庆才20号甲南投县来做询问，在副县长陈庆生的陪同之下，前往草屯镇公所接受民众的陈情。另外嘛是地来会勘九九峰生态园区的规划案，关键关乎低密度的开发政策之下，也展现促进观光产业发展的决心。连续两天的地方巡查，监察委员在甲彰化县了解高铁为何了后，然后是来甲南投县在草屯镇公所接受民众的陈情。为了了解民众的需求，再个各地方政府施政重点，监察委员每3个月下乡来巡查，卖使作为民众甲地方政府沟通的平台，保障民众的权益。那人民的陈情案呢？好几个案子都是跟他的家园的维护，跟他的这个土地的征收有关。那我们呢，会在这一方面，针对民众关心的事项，来跟镇公所，来跟这个县政府，来尽量来协调。另外，一群人近是地甲草屯镇的九九峰生态园区来做勘查，由管护结构在地预售美术馆，针对着园区规划进行报告。了解恒区委托经营，还有规划恐龙主题公园这议题，地主管户表示，因是采取着低密度的开发，来创造上大经济效益。照民众的需求去做配置，所以相关的元素应该都是非常现代化以及科技化的一个设施，也不至于让我们整个森林区受到影响。因为整个计划，我们是希望采取低密度的开发方式。刚才委员这边来接收到11件民众陈情的案件，多常常看到土地征收案件、毛权利受到损害等等，听出民众的心声，协助来改善或者解决问题。伊对九九峰生态园区的规划，嘛抱着乐观的态度，希望县府会使好好来计划，帮助促进地方的观光甲产业发展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